Hello， 宝贝们，大家好，我是苏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我们女生在秋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给皮肤做好最基础的保湿护肤工作。特别是干性肤质的妹子，就是我，一到了秋冬，会比一般肤质的人来说，皮肤更容易感到缺水、干燥，然后面部有紧绷感，严重的时候呢，还会悄然无息的给你生出几条因为太干燥而引起的假性干纹，这样导致后续上妆啊都很容易卡粉、浮粉，然后起皮。因为我就是春夏混干，然后秋冬偏干皮的人，所以以上说到的这些痛点，我都亲身经历过。秋冬季节里，在你还没有做好基础的保湿护肤工作之前呢，像美白呀、祛痘啊、紧致提拉呀这些更上层的护肤功效呢，你们就不要多想了哈，咱们先把最基础的保湿做好好吗？那我们就直击重点来说一说，用什么方法可以最快速的给皮肤起到补水保湿呢？请回答。没错，答对了，那就是敷面膜。因为现在几乎所有的面膜有九成都是主打保湿的，而且敷面膜，敷这个字呢，在医学的角度上是用来处理皮肤问题的方式，利用覆盖的方法强迫皮肤去吸收，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所以敷面膜呢，是最快速也是最捷径的给皮肤做一个急救保湿补水的方法。我本人从前呢是比较爱敷片状面膜的，但是近几年接触到了涂抹式面膜，我发现后者它会更方便，而且更适合我们现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而且最好是晚上涂完以后免洗，可以直接睡觉的。那这里我就非常推荐我用了一个多月的一个新西兰的自然护肤品牌纽西之谜的这一款水炸弹睡眠面膜。它是一款非常适合干皮的面膜，只要你一感到皮肤缺水啊、干燥啊，想要做一个紧急的补水保湿提亮，都可以用到它。那它的包装真的还是蛮有特色的，它是像这样书本的形状，打开的方式很特别，打开以后呢就很像圣诞日历礼盒一样，可以看到有从周一到周日的7个小方块，这每一个小方盒里面都装了一颗面膜，也就是7天每天各一颗。然后这第8个盒子里面呢，它装的是一根小勺子，打开以后就可以取出。这款面膜使用起来仪式感爆棚，有没有？取出来以后呢，它是果冻设计的独立包装，这样单独一颗的密封包装呢，它可以让面膜精华的保鲜能力会更突出，而且非常干净卫生，很方便携带。如果你要出远门啊，你就去几天带几颗。那一般的睡眠面膜呢，它不是乳霜质地就是啫喱质地的，涂上以后皮肤的吸收速度呢相对比较缓慢，对油皮来说的话更是比较容易堵塞毛孔。那水炸弹这款面膜呢，它刚取出来的时候是乳白色半透明质地的，但是只要用手轻轻一抹开的话就会出水，抹开后是自然化成水的，然后立刻爆水珠，轻轻按摩到它吸收，被皮肤吸收的速度也很快，所以不存在堵闷毛孔啊这些问题。吸收后的皮肤呢，像瞬间被水分充盈了的感觉一样，皮肤拼命的在吸水，然后让它变得柔软。那也是因为它里面含有3种珍贵的水源：温泉水、加拿大的海泥水，还有阿尔卑斯的冰川水。温泉水呢，大家都很知道是非常温和的，我们平时都会去泡泡温泉啊，这个水质比较适合我们人体的需求，是很适合给人体皮肤补充的水分。加拿大海泥水呢，是取自加拿大海洋里天然无污染的海泥，这个海泥里边呢，它含钙呀、镁呀等等这些可以滋养人体皮肤的矿物质，对皮肤有很好的补水保湿功效。阿尔卑斯冰川水呢，它是除了富含矿物质以外，还有钙和硅，然后 pH 值是处于中性的，所以对皮肤非常的温和亲肤。其余呢，还有各种胶原蛋白的提取物，水解角蛋白啊、可溶性胶原蛋白，这些呢都能起到淡化细纹、紧致，然后饱满肌肤弹力的功效。所以呢，纽西这一款面膜呢，它是与现在市面上一线大牌用的同层次高端成分。但是价格会更亲民，你们不要看它这么一小盒，它是完全足够涂脸颊上脖子的量，涂完以后是免洗的，敷在脸上呢是可以直接去睡觉，会有一层水膜在脸上的感觉，但是是被吸收后的水膜感，不会油腻也不会粘枕头，睡觉中整晚都在给肌肤补水，第二天起床以后呢，皮肤也会变得超级嫩滑，洗完脸以后啊都是嫩嫩的，所以它印证了夜间喝饱水晨起水关机的这个纽西产品理念，非常推荐也很适合懒人来用这一款涂抹式睡眠面膜。只要你感到肌肤缺水干燥的时候啊，你就用一颗它，立马能变成水淡淡的皮肤，沙漠变绿洲。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孕妇和敏感皮都可以用的，一周每天都可以用，一次用一颗。小声说一下，它还是赵薇代言的，然后在马霸网的面膜销量呢也是第一名，所以品质非常的有保证。然后纽西呢，它跟天光赐福还有动画联名款的礼盒目前是已经上线了，我搜了一下颜值真的是很逆天，而且每个礼盒里面都有奖品，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赶紧去关注一下。好了，那我们今天这期影片就到这里了，下次再见吧，拜拜。